个。我是牛山一百空八条好汉的店名三荣，今日来伫过宝店，毋是要拍拳头、卖膏药，是要介绍新台技师，互大家熟悉。有法度伫表无之之外，成就台湾顶级风格。我是技师 ，sorry。技师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请请。换我大面子。啊！这一段我跟你讲啥个呢？你不记性，你到底啥？我是 sorry。可以直接指你眼吗？